超级是我们平常爬爬山要约一下，胸冲掉的礼拜天。哎，那如果第三天也可以练那个超级到达级，然后举重级，你会考虑吗？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？加变两天嘛，是礼拜天。加提到这样超的，你这个人你直接一抬，你到底脚底好像要离开地，基本上可以。确定？脚底的重量有没有？这边加入训法，基本资料。这个力量往上抽。卷，它就有一力往上抽，抽到好像那个脚离开地，脚底下的压力变小，往上，整个往上拔，整个往上拔，卷，坐下去，卷，你选够，卷，哎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力量起来？不是向内夹，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你看是这样子，你卷就变成往上抽嘛。你看，变成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力量一起来，你看脚底下变很轻了。复制然后跟改变有没有？有体会吗？我就不知道对不对。你自己晓得啊，脚底下有没有变轻啊？然后再传给我喽。啊？有变轻？哪有变轻？你这个，那没有变轻，你这根本没卷够。你没卷，你那个力量没有对啊，是这样卷，是这样卷。可是重心还是放过头，对，前脚是可以。能摸我后，摸我后面，后腿边。你看这样是站着哈，好，我现在举。抽，你看这个力量是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是这样子，这样就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，怎么样？这个，所以力量是这样子的，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看，是这样子，这个力量要练，这个力量就起来了。看不懂，